你可以选20000的现金回扣，4000的现金回扣，竟然送充电桩。其实蛮好多，在 PJ 开了唯一一间 BYD 的 showroom， 超级多优惠。相信最近有很多人对海报心动了，只要你下定，他就一定会送你一个充电桩。BYD Auto Tree， 你可以选20000的现金回扣，或者是17000的现金回扣，再加一个充电桩，或者5年的 loan 零利息。可爱又实用的小海豚，你可以选4000的现金回扣，或者是2000的现金回扣，再加一个充电桩。来临的这个周末，4号到5号 ，BYD Cisma Auto 就在这间 PJ 33 Mall 将会举办一个 Raya Open House， 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，只要你来，全部模特任你试驾，而且还有幸运抽奖哦。BYD Cisma Auto 在 Glen Mary 也有一间 3S Center， 也是目前为止最大的 BYD Service Center。只要你是有去 Car Service 的话，他们也可以 Pick up 跟 Drop off 你。在 PJ 33的这间 BYD Cisma Auto 就在 Burger King 隔壁而已，也是唯一一间有咖啡厅的 BYD Showroom 哦。这个就是第二个 Entrance， 也就是在 Watson 的隔壁。BYD Cisma Auto 这么多的优惠，你心动吗？